小龙虾，掀开它的头盖骨，先吃它的黄。这个小龙虾个头特别大，你们有爱吃虾头的吗？我盘子里边是一袋，一袋里量很多。有四种口味可以选择啊，然后你们下单的时候可以领个优惠券。口味的话也可以备注。我吃的是麻辣口味。能有一笔新的模块订单。都是黄。都是活虾啊，都是活虾，然后锁鲜给你们发货，快递非常快。别在外边吃小龙虾，味道多好。吃成小花猫了。